这一组的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好，可不可以真的想陪你面对LINE上面的谣言？耶耶！大家在LINE里面呢，是不是会看到别人传来的假讯息呢？要走这条讯息啊，要回应，要解释啊，真的是很浪费时间，因为写的东西只有一小群人可以看到，非常的不符合经济效益。一个人面对假讯息实在是太困难了，所以啊，可不可以就做了一个 LINE 的机器人，陪大家一起面对 LINE 的假讯息？以后你遇到想查的东西，就可以分享给 Cobalt， 真的假的？他就会自动告诉你，其他工具人对这条讯息有查过什么样的资料。这个机器人知道要回什么，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资料库，资料库超级大，超过37000笔。如果机器人收到一则讯息，资料库里面没有怎么办？他就会问对方是不是愿意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回报这个讯息的人。听起来超赞的！他同意之后，这条讯息就会出现在网站上面。上面的编辑就会进来看讯息回应。我们已经从130000的 LINE 使用者里面收到超过37000则的讯息。另外一方面，也有人在网站上面帮忙回应，一起回复这条讯息。这些资料全部都是 CC 零开放在网络上面，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取用。今天我们在中研院，希望拜托大家一起来做工的，写课做工的，辟谣也做工的。我们在找Node.js 和写 React.js 的工程师，有很多网站跟 Chatbot 的 Google's issue。然后现场有工程师清早 ORZ， 我们可以一起让网站跟机器人变得更好用。如果你跟我一样不会写程式，就是我，可以跟我一起回复资料库里面的讯息。那我们超级欢迎新手，没有无经验极佳，我们会送 Cobalt 的贴纸，就是除了外面小鹿的贴纸之外， Cobalt 有自己印很多贴纸。我们都很漂亮，大家在网站上面写的东西啊，都会变成机器人以后的回应。一直以来都很感谢不同背景的人到 Cobalt 协作，所以啊，你看像这些治安专家、科技编辑、科普专家，不分专业、不分性别，大家读的都是同一个讯息列表哦。过去几个月，我们已经实做了 AI 的自动议题分析，使用了 machine learning 做法，让这些分类可以让大家找到自己有兴趣回应的讯息。比如说，我对性别有兴趣，我就会想要回答自己的讯息等等的。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动手修正分类，让 AI 更加的准确。另外就是我们有就是被 KOL 就是稍微分享了一下，我们并不代表临时政府，临时政府有必要监管大家信息的意思。此外，这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 Google's issue， 如果大家有看到有兴趣的，欢迎认领。最后，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使用这个短网址，然后进到我们的网站页面，可以使用谣言点大平台点 7W。非常谢谢大家。好，下一组 PTT 不能忘。